好，欢迎收睇 PCS 2022啊常规赛 Week One Day Two 嘅赛事啦。咁啊，终于嚟到今日最后一场啦。咁就系 MFT Metal Falcon Team 啦，对上 BYG Beyond Gaming 啊。咁啊，呢两支队伍嚟讲咧，就一支新嘅队伍啦，一支旧嘅队伍。咁琴日亦都有出过赛嘅，咁就系 PSG 啦对上 BYG 嘅时候咧 ，BYG 就赢咗。咁而另一边咧 ，MFT 对上 HG 嘅时候咧，就系 MFT 咧系胜出嘅。咁啊，所以呢两支队伍咧，亦都系琴日嘅胜方队伍啊。咁睇下今日啦，边队可以攞到佢哋开季嘅二连胜啦。其实即系点睇咧？除咗旧年嘅 BYG 咧，就主要系一队以小杂犬为核心嘅保 AD 嘅队伍啦。咁基本上队伍嘅核心就系保住小杂犬啦。咁跟住小杂犬打，小杂犬投，小杂犬射，即系无论系点都系保住小杂犬。然之后咧就用小杂犬嚟打晒全部嘅。咁咧，但系咧今年啦，佢哋嘅世界賽經歷過呢一個小柴犬嘅，即係而家係轉隊啦。我睇睇下 Metal Falcon Team 先啦，一陣再講。係啊，上到 Taco 啦 ，Jungle 665啦，中路 Van 啦，咁啊下路就係小鯨魚啦，同埋 Apple 啊。咁啊可以講一講佢哋個陣容方面咧，其實大部分嘅選手啦都係沿用翻台灣業餘隊上線藥水嘅成員啦。咁唯獨是係中路啦，阿 Van 啦就係喺上季 HKA 引入嚟嘅，咁啊大家都知道上季 HKA 解散咗之後咧，咁啊即係成員各散東西之後，阿 Van 咧就輾轉嚟到呢一隊嘅隊伍。咁啊比較特別啲出名咧就係佢哋嘅 Jungle 665啦，咁啊打法嚟講相當激進，琴日亦都係我會形容為就係 MFT 係一支都幾有活力嘅隊伍嘅，其實佢哋嘅打法係超級進取，前面係發動咗極多極多嘅小團戰啦。咁但係咧比較特別啲啊，就係佢哋咧即係好即係都算係老莽啊，即係佢哋。團戰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佢哋後續打完之後咧，其實佢哋會有一陣迷茫，即係一班人企喺原地，跟住唔知後續啊，應該推塔啊，應該攞小龍啊，呢一啲嘅決策上面，其實佢哋相對係弱少少嘅，亦都好有一啲新隊伍嘅作風，但係操作嚟講咧，其實每一位都係相當出眾嘅，咁所以都幾期待啊！佢哋即係同樣新手嘅隊伍啦，咁我哋亦都見到今年有好多新隊伍面對住就係可能啲 short calling 嘅問題啊，咁就睇翻呢邊啦，即係兆豐銀行嘅 Beyond Gaming 啦，咁啊。上路 Likai 啦，咁啊 Jungle Husha 啦，中路 Miji 啦，下路 Wako 同埋 Kino， 咁啊上路今日啊唔用少量寶寶啊，即係今日反而用佢哋嘅後備上路啊 Likai 喎，啊利海，咁啊睇下佢哋今日啊換咗上路之後表現會唔會有所不同啊？其實始終因為而家都係賽季初啫，咁其實係即係試下唔同嘅選手訓練喺隊伍嘅磨合，其實都冇乜問題。咁啊主要今年嘅 BYG 其實相比舊年一定係弱咗噶啦，咁啊冇咗小柴犬啦，再加埋。即系中路嘅上旧年嘅茂安啦，因为涉赌嘅事件啦，所以世界赛上面咧系被除名啊。咁啊，至今咧惩罚啊依然未落嚟啦。咁但系咧，对于队伍嚟讲咧，的确系一个打击嚟噶。咁佢哋换咗新嘅中路选手 Minji 啦。就虽然琴日嘅比赛咧系赢咗 PSG 嘅，咁但系咧今年嘅 PSG 咧亦都系即系需要一顿嘅磨合啦。咁所以咧两队队伍咧都系冇之前咁有仔在力啦，只能够咁讲。咁啊，但系咧，今年咧就即系相信各位都期待啊，就系、是、睇到咧，即、就、系、是、BYG 今年嘅，但系换咗全新队员之后咧，全新嘅表现啊，咁我都好期待睇下佢哋今年打到边会系点啊！咁睇直接咧入 band pick 画面噶啦，两队都系一胜嘅队伍啦。咁啊，左边首先咧系揿咗阿卡莉啦，右边咧就揿一个鳄鱼作为回京，跟住左边再揿一只尤伊，咁啊再睇呢一边 BYG 会揿啲乜嘢啦。啊，最后揿埋 Diana 啦，咁就系一啲。斷戰型化型嘅 jungle 啊，咁啊，因為都知道左邊啊呢一邊 carry 或即係新手妹子玩家 OUO 咧，就即係表現係相當出色噶，咁亦都係撳一啲佢可以一個人 carry 隊伍嘅角色啦。左邊再撳一隻 Siri 啦，大家都係唔歡迎呢一個電能步槍啊，睇起上嚟。咁啊，跟住嚟到右邊啊，最後一 band 會係啲乜嘢咧？系啊，咁啊，再睇睇。咁其实感觉上，我觉得今日如果你话 BYG 啊，最紧要侧重嘅点就系、是要尽量揿低 MFT 嘅前期，因为其实 MFT 可能比较清楚自己可能前期个即系后续啦，即系大地图观一啲嘅 short calling 啦，可能其实冇一啲传统队伍嚟咁好，所以其实佢哋好偏向就系前面早期尽量对线揀啲好强势嘅角色打嘢，希望系直接帮到线上嘅角色。譬如琴日啦，佢哋喺中下路方面咧，佢哋直接用翻雷利克顿啦，用翻纳蒂老师啦，艾菲利奥呢。
啲希望前期直接攞到一大優勢嘅，咁希望就彌補翻可能前面攞啲競爭優勢之後，後續嗰個 short calling 咧嗰個嘅失誤咧可以彌補翻少少。咁但係你見到 BYG 呢邊咧，直接就將雷克頓啦，呢一啲角色直接係封鎖咗，琴日六六五用嘅彈藝都封鎖埋，就阻止佢前面咧有一啲可能中意一啲比較大優勢，哇，甚至諗住直接搶埋對方琴日用過嘅納帝魯斯啊，咁啊針對性好強啊，感覺上而家個 band pick 又係好清楚對方弱點喺邊度。咁啊，左邊咧直接一選咧就選趙信啦。其實趙信咧今個版本咧都可以算係一啲可以 carry 嘅角色嚟嘅，但係佢就幾食 support。如果佢 support 係一啲輔助型，好啦，右邊再選埋阿 Philios 啊。咁啊，阿 Philios 我哋今日睇咗幾場噶啦，咁但係今場阿 Philios 咧就冇失雷西，即係代表冇一隻可以補佢嘅輔助角色㗎。咁基本上咧，成個陣容就係好容易俾人捉㗎。Philios 始終係一隻冇位嘅 AD， 得個狂風之力啦。咁啊，左邊咧就係咪法洛士啊？法洛士基本上完全就是、哦系啦，系 lock in 咗法洛士啊。咁啊，法洛士咧就系呢一个完全 off meta 嘅角色啦。再补一只布朗姆啊，咁啊，其实法洛士配呢一个布朗姆咧喺下路打线嘅时候打呢一个纳豆斯其实 O、OK、K 好打。咁啊，但系咧即系始终系完全有啲 off meta 角色啦。咁我都好期待睇下佢哋 M F T 系会玩成点啊。系咪要锁布朗姆？系啊，嗰对线能力应该冇问题，因为其实布朗姆打纳蒂奥斯一定系好打啦。咁加上 I Feel 其实都唔会话对布朗姆针对到啲乜嘢。好啊，落烟咗啊，布朗姆啊。系啊，咁就都几期待，因为其实对线嘅话，就似乎 MFT 都希望用一啲办法去攞到啲优势啊。即系有时就睇下可唔可以夹住赵信啦，早期去做一啲嘅支援。咁啊 ，BYG 呢边上路会唔会继续系帮呢排玩攞只关落嚟啊？大機會啊，係上路，因為暫時嚟講 jungle 嘅關啦，我哋喺呢個賽區都比較少見啲，大部分都係攞嚟做上路嘅應用埋。係，咁基本上中路應該就唔會再揀維克特、富奇呢啲角色嘅，因為始終咧兩邊嘅角色都有，即係趙信同埋關啦，都係好 counter 你呢啲咁嘅中路站裝法師，即係你啲遠程角色，就基本上喺個圈圈之外咧，乜都做唔到啊咁啊。應該就揀嘅誘因比較低少少，咁右邊啊，再 ban 一 ban 海能啦，海能就係一隻幾好打關嘅角色嚟嘅。係啊，就 ban 翻啲 counter 咧，因為見到你頭三隻。如果咁嘅話，佢應該關係走上噶啦，係啦。如果 ban 海能嘅話，應該係走上，就唔會 jungle。咁我後續可以 ban 埋 Jace 啦嘅嗰啲類似嘅角色咧，啲比較關相對難打嘅啲線霸，因為其實佢前面都 ban 咗雷克頓同埋不死男。系啦，即系盲王呢、這、一个，咁啊睇一睇呢一个嘅雷声，亦都封锁埋，因为见对方未拣真个嘅情况下，咁啊相比真个，我觉得都可以。系佢理解就系呢个关可以可中可野啦，咁唔系可上可野啊，咁所以佢知道佢系上路嗰刻就因为佢 ban 海能，咁所以佢就知道呢个关系打上路啊，咁啊所以咧左边就揿一揿理声啦，咁然之后右边再揿一只红啦。我谂 Bear 都喺呢个赛区基本上冇见过，咁但系其实其他赛区应用嚟讲啦，上路比较多嘅野区都比较多嘅一啲角色，咁啊睇一睇 MFT 呢度最后会唔会揿埋 jungle 咧？因为譬如系加文四世啦、维尔哥啦，系啊呢一啲都系一啲版本上比较优先嘅选择。咁啊呢边真系 ban 埋维尔哥嘅情况下 ，jungle 嘅选择就嚟得系比较少啲啊。好、哦，加文四世，我终于都出现啦，系啦，终于都出现啦，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就系话，感觉上呢个赛区比较少用加文四世，但系其实加文四世呢个版本嚟讲系几好用嘅一个角色嚟，即系由前期嘅一啲小团去到后面嘅一啲团队控制，其实都系相当好用嘅。而对面系一只站桩嘅 AD， 我觉得其实佢今场会好有发挥空间。咁啊，喺各大赛区都见到加文四世啦，喂，左边拣加里欧、啊。咁啊，算係一個即係補牌上面係相當強嘅一個陣啊！始終咧，你法洛士即係再有布朗姆補啦，咁跟再加埋加里歐，其實係好舒服嘅，你可以打得。咁啊，跟住咧，但係你呢個陣咧，你想打進攻，想秒阿菲洛斯又得啫，因為你卡麥爾咧可以直接入場啦，套大技落阿菲洛斯度，然之後再直接接呢個加里歐大技，咁所以入場係舒服嘅。最後咧，再配呢一個維可斯，咁啊兩邊嘅陣基本上揀定咗啦。系啦，咁啊 ，MFT 呢度就一个好经典嘅阵容啦，一个卡麦而家加里啦，即系虽然系喺呢个版本上面，其实已经好少见，因为而家上路已经好少再同中路去打配合啦，其实比较少啲。咁但系佢哋就沿用翻一个中上野嘅一个配合啦。另一边咧 ，BYG 啊，
就一个团战阵容，咁啊标准小团阵嚟噶啦，咁基本上你话如果六呢前你话喺龙区碰撞嘅话，其实 U I G 嗰个阵容嚟讲啊，个主题上面其实比较配合呢个版本嘅，即系以抢路以打下线为优先嘅一个组合，咁亦都系拣得相当之唔错，咁啊各自都选咗自己嘅战场噶啦，即系 M F T 就拣咗上中野去作为佢嘅战场 ，B Y G 拣咗佢哋嘅下中野去做佢嘅战场啦，咁睇下。两边边边发挥得好少少，因为感觉上其实我觉得如果 M F T 推到落后期嘅话，其实如果一旦卡密尔个入场唔系咁理想嘅话，其实单靠法洛斯好难打一啲咩大嘅输出。相反，对方有关有 I Videos， 其实个团战系容易处理少少，我自己觉得。冇错啊，咁啊，即系右边嗰边嘅阵容咧，就系、是、一个其实都 all in 嘅，其实基本上冇一只角色系冇 AD， 基本上你一开会战就其实就系直接 all in 对面嘅后排啦。咁啊，法洛士一直冇位移 A， 冇位移 AD 角色，其实就几好杀嘅。但系咧，你有呢个加里欧补牌啦，再加埋布朗姆补牌啦，即系进可攻退可守啊。即系 MFT 呢边，咁啊右边呢边咧 BYG 就只能够一往无前咁样去噶啦。你基本上就冇任何补牌角色嘅，全部都系 all in 对面嘅角色嚟。好啦，咁啊，我哋读取完成啦，咁啊，2022年 BCS Spring Split 啊 ，Week One Day Two， 今日最后一场赛事系由呢个 MFT 啊，红光猎鹰对战呢个 BYG 嘅，咁啊，两边选手已经读取完毕啦。系，其实咧，我私心自己撑 MFT 嘅，因为咧，我觉得咧，佢哋呢队队伍系打法好有活力，即系佢哋 even。他们昨天打得不算话真的太好，即是他们对 HG 讲的都是要30分钟退场，但我觉得他们有机会会为 PCS 带来一些活力的，因为其实你看到昨天他们的操作他们的打法小地图的增强上面，其实他们很进取，他们愿意打一些大 play， 即是好像你今早所说就是、IMP 我们看到那一种，即是就算他们输 10K 他们仍然都会想办法理性怎样踩进去 all in 对方，我觉得 MFT 同样都有这种特质的，加上他们年轻，我觉得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发挥，所以我自己个人来说，就算他后续的表现不是太好，其实我都会继续关注这一队队伍的发展，因为其实他们的进程都挺特别的，即是去过韩国打 Casper， 甚至他们吸收过很多大赛的经验，他们知道一些情况，他们跟过不同很多的队伍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潜力很大，甚至这个阵都是有点 off meta 的，但是他们仍然都在这个赛区愿意揀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队队伍是、成长，即是不单止可能是这一季，可能下一季或者再下一季，他们的成长都很值得一路大家观察下去。咁啊，呢一边咧，赵信就两边 jungle 都系决定南开啊。咁啊，要跟住嚟睇下佢哋嗰个 jungle passing 啦。因为头先我啱啱先睇咗一场啦，哇！呢、这个下路直接一波换血啊，布朗姆一咧系非常之强啊，直接咧系将呢立到先晕咗。咁啊，两边做啲小换血。咁啊，抢草啦！咁啊，前面因为其实有少少 counter 性质嘅，我觉得即系法洛士加布洛姆打立大老师 I Feel 呢个组合嘅，其实我相信会系MFT 嗰边叫好打少少啦，系啦，咁所以就可能咧嗰条线可以尝试推一推出去。咁你见到其实 BYG 都落力嘅，即系就知道可能后面都唔够打，咁所以就早期实地将条线压出去啦。咁啊，睇下后面啦，关键嗰一波就要睇下 BYG 即系升到六咧之后啦，同样都系中野嘅配搭啦，即系其实唔使加埋六咧，基本上你。微可斯六咧，其实已经好足够啦。咁已经睇下可唔可以落下路啦，做一啲越塔啦。因为其实法洛士如果俾人越塔嘅，其实单靠布罗姆未必可以顶得住个瞬间爆发。因为其实对方都有一只可以坦到相当长时间嘅一个 support 啦。咁所以可能会令到下路啦嗰个嘅越塔成功率会高啲。咁但系当然你要提防加里欧有好多嘢需要思考。咁呢一个就要靠早期 BYG 嘅嗰个决策能力，睇下去到咩嘅地步。你见赵信其实而家系中国 Puffing 已经基本上去到上路噶啦，咁但系佢嗰个位咧基本上冇任何嘢可以弄嘅，入咗 in 飞咧系乜都冇啊，咁啊插咗只眼之后就走咗啦。咁佢入咗嚟咧，其实基本上见到乜都冇咧，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赵信个位置大概系喺中下部啊，因为咧即系野怪冇重生啦，咁亦都系即系野怪冇喺度啦，咁基本上就知道咧就赵信一定系由上向下清啊，咁呢一碟变咧。但是这一边 MFT 呢是未知道加盟的位置的，所以加盟有可能在上有可能在下啦，就他们的资讯是少一些。是啊，也都今场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就是替补选手即、就是 BYG 上路李海的表现。因为他就应该接下来应该比赛都会比较少上场，我觉得因为少量始终个经验上面都会比他来得有手，但是今天可能对于他们觉得即是相对地比较可能
弱少少嘅队伍，就尝试放一放个替补上嚟试一试个水温。但系暂时嚟讲，见到线上面系赢嘅，即系感觉上个水平都系喺度啊。咁啊，睇下啦，因为前面都比较整少少，都系早期。好啦，呢度换一换血，因为始终而家都系赛季早期啊，俾啲唔同嘅选手上去试下磨合下，都系好事嚟。系。咁甚至其實 MFT 呢個陣容都係嘅，即係其實佢都必須要等到加里奧啦、法洛斯呢一啲嘅 level 等級上嚟之後，其實佢哋先有機會發動進攻。佢而家暫時可能只能夠都係保住六五去做啲交換野區嘅動作，所以今場個節奏尤其是六呢之前會靜局少少，但係反而就係大家睇下六呢前究竟邊個可以去到佢哋理想嘅戰場，即係究竟係 MFT 可以喺上面打破缺口啊，定係 BYG 真係順利過渡可以鏟落嚟下路？做一个大型的月塔咧，这个就是前面一些兵线增强，佢需要做到去布置六呢的一些内容嚟。我觉得 BYG 应该会率先做进攻先，因为你看到维可斯佢系买佢带个天赋咧系掠食者，咁即系代表佢会很快做一些游走。如果唔系，佢冇必要带呢、这个，佢带死亡电影又得，带乜都得，但系系佢带呢个就代表佢系想游走啊。咁跟即系跟着嚟，佢有冇办法？因为始终对面下路啦，有一只法洛斯系冇位移，一定要交闪啊。咁啊，睇下佢会唔会配加文嚟去做一啲进攻啦。基本上呢度五 level 应该做一波回城，然之后再 TP 翻出嚟噶啦。咁啊，肯定买鞋，然之后应该就会买鞋配掠食者嘅。系啦，咁啊呢一度你都见到好聪明啦 ，MFT 即系都知道你谂咩噶啦。咁所以见到就即刻摆只眼啦，因为始终就传送而家冇办法去传送一啲敌方嘅位置啦，即系一啲。敌方喺后面靠住啲眼位，咁就所以基本上而家咧就你见到喺何位摆咗两只眼，包括何蟹嗰只啦，然后再自己另外喺中间个细草度摆一只眼嘅。咁但系你见到好聪明啊，即系 BYG 都即刻 counter 翻嚟，即系派 Kino 上去跑先游走，将你中间嗰只真眼清咗。咁啊意味住其实而家 BYG 个进攻意欲系好旺盛嘅，佢好希望喺早期配合住加文，希望系打到一啲嘅 play 出嚟。好啦，咁啊呢一度咧下路 Aphelios 咧系有啲线权，因为佢你见到佢揸住系蓝枪同埋紫枪啦，喺推线上面系非常之快嘅。咁啊法洛斯呢个时候咧暂时系推唔过佢嘅，只有等佢一阵换翻呢一个红白啊或者话白绿嘅时候咧，先至比较容易推线。好啦，咁呢个位赵信吉咗一下，知道咧冇即系唔系食紧啊，咁啊亦都系加盟四晒咧，即刻就系拼咗个上路信号灯。是啊，咁暂时都比较静少少。咁啊，而家维可斯已经上咗六呢噶啦，因为传送亦都用咗啊嘛，所谓翻线啦，尽快将自己推上六呢。咁你见到其实 MFT 都打得好冷静啊，就系照想靠下啦，跟住喺冇事嘅情况下咧，就唔会特别话做啲咩太进取嘅进攻。你见到六六五系 keep 咗一条下路线上面啦，不断将啲眼位 check 出嚟，希望就令到你维可斯冇办法通过河流嘅位置直接铲落嚟啊。哇，呢、這个位清晒视野，应该准备开龙噶啦。咁啊，食咗河蟹先啦，新手妹子玩家 O U O 啊，咁啊，晕一晕啊，河蟹轻轻松松将佢收入囊中呢个位，探一探草，睇埋个真眼，但系人都喺度，我直接一个拉上去啦，咁啊，布洛姆打残咗，交交 Q， 系啦，咁啊，打少少耗啦，咁但系呢一波其实我觉得 M F T 系少有嘅，因为一嚟瓦解咗对方未可斯第一波嘅进攻啦，二嚟攞到龙嘅一啲视野啦。咁所以呢边嚟啊，见到就 BYG 好希望开战啦。咁但系因为对方眼位好足够，你完全冇任何空间啦，去开到任何一边。即使对方上下切割咗，但系你见到维可斯一路就俾加里奥压住，根本佢连条线都未离开过，就更加唔好讲佢点样用掠食者去做一啲加速嘅进攻。系啊，冇错。咁啊，两边咧 jungle 基本上而家咧就加文咧仲喺下半区啊。咁但系赵信已经系连埋加里奥去做一啲。进攻似乎咧系想试探呢一个预示者，系啊，你见大家都明确嘅，即系 MFT 就系好想要上半部嘅地图，咁但系其实对方都唔系话咁容易轻易俾到你，咁所以虽然睇落系零比零击杀啦，八分钟冇做嘅嘢，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哋喺个游走上面系好频繁，即系你见到下路 Kino 会突然离开线去清嘢，跟住 Minji 会尝试将你线推出去，加文系不断同赵信不断系做互相嘅游走啦，去 counter 翻对方嘅动作啊，咁所以。MFT 比我想象中处理得冷静，佢好清楚对方嘅进攻意图啦，又不断系将下路，其实佢下路河流嘅视野系一秒都冇让过出去嘅，佢令到维可斯早期完全系揾唔到方法去发，即系去扩大个优势，根本完全就咁啊！睇下后面啊，因为其实佢呢个阵容尴尬在就系，如果
真係平線嘅話咧，其實佢哋嘅優勢冇想中咁大嘅，因為其實你只法洛士去到後期個傷害咧，係其實未必去到 Ivilio 嘅嗰個級數，甚至對方隻慣亦都係同你只卡密爾嘅進場其實係差唔多嘅啫，甚至可能單嗰傷害佢會比你更加優勢嗰、那個爆發上面。咁所以我都比較擔心啊，即係 MFT 如果真係俾對方咁樣拖延落去嘅話，對佢哋嚟講後面個發展咧未必係一個好嘅結果。冇錯啊，咁啊跟住嚟我去睇啦，就係睇下。兩邊的一啲補牌或者話啲會戰會處理成點？咁始終咧，法洛士係少數有開團能力 AD 啦。睇翻呢一個，好啊，呢個上路換一換血啦，睇下真相。咁但係咧，人都已經到啦 ，BYG 呢一個 Kino 同埋 Husha 已經嚟到附近，好冷靜啊！你見到一早擺眼啊，等住你噶啦。即係雖然話就話個重心啦喺個下路嘅防守上面，但係上路咧亦都係有基本嘅眼位佈置。咁啊，終於都第一波大型少少嘅移動啦。咁啊，三個人咧就過咗嚟攞個預示者。咁啊，對面亦都 Buckle 冇話專登跟嘅，就喺下路慢慢就推翻條線上上嚟。咁啊，睇下 BYG 呢一波點樣防守，似乎咧就想守唔守啊？好似想守啊，但系揾个靓位啊，因为 Fast 一次跳入场嘅啫，就唔可以冒冒然噶啦。你做少缓速。你可以在后面呢边点粒粒三个，亦都想入场，但系 Mage 呢边揾到机会暗位恐惧咗两个人之后咧，呢边加流入场亦都慢晒啦。咁啊，前面见到就不断顶住嘅情况下啦 ，Mage 已经后继无力啦。爆发完之后，但系似乎伤害系咪唔够高啊？边反打啦 ，Van 仔撞入去，有冇揸缝？冇，俾人跟翻起两个。咁呢度 Taco 嚟讲进场好靓，中间啊，咁啊剩翻咧就系离海不教剪，剪到个未来出嚟，但系似乎争少少，燃烧咗个援速，上面再拖埋。哇！呢一度直接一个嘅 double kill 啊，四换一嘅一波小团战打开咗成个比赛嘅序幕。七啊，真系咁啊！啱啱嗰波啦，即系前面咧，加文士首先一粒粒个大嘅粒赵信啦，就想做一波进攻啊，但系咧呢个位咧，我哋再睇一次重播啦。好呢个位呢个 Bromo 喺前面啊，咁啊赵信一个。大嘅挡开啲人啦，跟住加里奥利哈呢个第一就顶咗四只角色啊，咁啊跟住再做一个大范围嘅嘲讽啦，咁基本上系帮赵信拉扯咗好多输出空间，所以你见打好耐咧，赵信血量都系好高，直到呢个位入场先至系被打残，但系佢呢只角色本身自己有补攻回血效果啦，再加埋咧即系呢一个加里奥同埋卡密尔嘅空场同埋伤害啊，就系、是、打赢咗呢一波团战嘅。系啊，比较可惜，其实争少少嘅，即系如果离开嗰把铰剪咧，伤害再高少少，可能情势逆转。不过奈何啦，发育未到嘅前面卡密尔个控制力会比较好啲，同埋加上 Fast 真系好惨，就系、是、佢第一波完场之后，其实佢冇力啦已经。咁佢好快俾人秒咗之后咧，其实对方个控场啦，同埋加里奥个坦度，其实喺呢一个团战都帮咗好多，拖咗好多嘅时间啦。咁啊，导致呢一波。上手預設者，咁結果啊偷雞唔到蝕渣米，咁亦都係將嗰個預設者嘅控制權就落咗喺 MFT 身上中路。始終你係關你前期個傷害真係有啲差距，所以通常你要起碼龍到一段時間，你又即係呢啲叫 hyper carry 嘅上路角啦，你基本上要龍到可能你兩三件裝咁樣先可以打出傷害，如果唔係你前面係完全係。影响力系好低，所以即系相比卡密尔，因为卡密尔佢至少有个先天被动嘅盾啦，即系你喺坦度又好，跟住 Q 技能打真伤又好，都有一定嘅伤害。但系你话关真系好需要食装嗰啲角色咧，系同埋前期攻速唔够，你叠唔到层数，你好难打到个伤害出嚟，咁就冇办法。咁啊，但系冇计，即系呢一波 BYG 都决定咗去守，咁反而就将个节奏落晒俾人啦。即系当 MFT 仲谂紧点样扩大优势嘅情况下，你自己就送咗优势俾人。咁啊，的确嘅，即系我点解会话 MFT 呢队队伍值得期待，就系佢哋，我觉得佢哋比赛日后嘅上下限好高，即系可能今日可以打赢 BYG， 听日可以输俾 HG。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潜力做呢咁嘅队伍，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几有趣嘅，值得观察嘅队嚟。咁啊，暂时前佢攞优势啦。咁琴日讲过就话，其实佢哋问题从来都唔喺前期度嘅，从来就系喺后面嘅 short calling 上面。他们怎样部署的问题，那他们优势再次拿到了，会不会好像昨天那样又会被对方在一些小团上面追回来呢？那今天似乎是打得稳阵了一点，你看到个游走的视野上面呢，慢慢步慢慢步，看看找不找到机会就落下路，配合着加里奥做一些大型的进攻，那这边665来刀，但是 Minji 也是吞得很快，不让你这么容易再找到机会，因为再有击杀的话
可能加埋预设者就要交塔出嚟噶啦。咁啊，维可斯今场咧，即系佢带咗呢个掠食者，但系似乎就唔系好做到啲乜嘢啊。因为始终喺啱啱嗰度前面咧做一波即系预设者嘅争夺啦，亦都系失败而回啊。咁啊，加里欧呢个角色嘅存在咧，其实就好似翼命咁样咧，系一只全球流嘅角色啦，可以好好咁样支援上下路啊。咁所以咧 ，Minji 今场咧表现咧系即系都几受限制、几受影响嘅。系啊，咁啊，甚至啱啱个波其实同掠食者都冇乜关系添，佢直接喺个战场上面自己匿埋，跟住再铲出去打个恐惧。冇错冇错，系咁，所以冇好好利用过呢一个嘅掠食者啦。咁亦都叫早啦，睇到就系 MFT 成功防守咗整个，即系由佢哋一开始部署嘅眼位，到佢哋不断喺上路施加压力嘅一啲部署嘅情况下，其实都好限制到 Fast 嘅移动。甚至你要一路都好担心加流嘅进场，令到其实 Fast 今场冇乜空间。可以去發揮到，所以就我覺得 MFT 今場的確喺前期處理上面係打得相當唔錯，好清楚，即係佢一見到你個陣一出嚟，佢已經知道你個陣一開始你有咩需求，佢完全係擋咗任何可能性。你見到其實 BYG 唔係冇積極揾機會，一路揾緊，但係就一路都好似永遠都俾 MFT 個視野底下望住一樣。係啊，但係呢一波都留呢度。Aphelios 疊還疊得高，再加埋防禦塔影就快冧啊，應該會想做一波 dive 嘅。咁但系要会想做一波进攻啦，咁但系呢个后面咧都好有 sense 噶 ，MFG 呢边你见到赵信同埋加洛已经系即刻嚟到下路啦，你唔俾你推你埋睇个下路塔啦，下路塔系唔俾你推埋啊，咁呢位闪 Q 直接咧系跌咗一层，系啦闪 Q 咁落埋你啦，落埋你五分钟啦已经，而家系直接秒加文得唔得啊？哇，维可斯一个入场恐惧啊，咁啊打残咗，跟住加里再一个大技击飞咗呢一只嘅关啊，咁啊。呢一波咧就系、是、一波传统嘅下路，十五分钟五秒，哇仲上嚟噶呢度交金人，收红咗，净化解咗，咁前面收咗，再挖冲一下，两下补攻，门速追唔到噶啦，咁亦都系穷寇莫追，回头攞翻个一塔先，咁啊就系、是，你见到今日真系，即系除咗上路嗰个预设 play， 去到下路啦，你想掹走座塔咩？亦都系再次俾 MFT 系睇穿你嘅手脚啊！非常之果断，呢波打得系真系直接闪 Q 过去啦。跟住后面你见到就真系嘅，即系个进场，你见到 Fast 其实系进场控咗一个人嘅，但系其实你见到因为前面个坦道啦，即系加里个坦道加埋赵信个进场，其实佢哋唔够伤害去击杀前面嗰两个人，令到其实后面小鲸鱼一路系输出得非常之愉快嘅，成个团战入边个伤害，个团队伤害系完全唔够。系。Kino 后面个 Q 立到斯在塔下面，即系挡到 Camille 都喺空中将佢拉落嚟，其实都靓。不过好可惜啦，因为前面 Husha 其实基本上系冇乜做到啲乜嘢，就消失就蒸发咗。佢俾呢一个布朗姆招魂啦，接呢一个法洛士嘅大技啦，基本上系完全系 CC chain 到你系死啊！好呢个位一个永即系禁锢啦，咁啊点埋个塔，点埋个塔先，跟住再打呢一个加里优，咁啊补翻啲伤害，应该冇问题噶啦。一个援速再接个大技就咁咧就收咗呢个日头啦，但系咧 MFT 似乎志不在此啊，人已经喺呢个预示者，系咁啊送俾你都冇所谓啊，咁啊睇你推到几多，咁我反而呢边咧上面就攞预示者，咁啊放中上都可以，咁但系上面嚟讲 Taco 自己都搞得掂，咁啊似乎中路为佢哋目标啦，因为上一波预示者其实已经推咗一半啦。咁啊！呢次第二只预示者咧，可以再帮埋剩翻嘅塔啦，去做一个嘅部署。咁啊，下面攞个加里奥，即系最大问题系咩咧？就系加里奥根本就唔影响战局嘅，即系呢个阵亡。因为其实佢已经完成咗佢早期任务啦，17分钟，其实佢后面都系一只大坦嚟嘅啫。咁所以呢个死其实对佢经济根本冇任何打击。林志呢边传送落嚟，咁但系其实呢边留意翻六六五，其实个状态唔系太好嘅。咁所以其实呢一波系打唔成嘅。咁啊，直接咧拉后咗，咁呢个传送叫做保住咧六六五嗰条命仔啦。亦都系食几个果实咧，似乎系直接咧想转点攞埋呢个火龙啊，因为其实见对方嘅状态都不太好啊。主要其实因为赵信嘅角色系好缺魔角色嚟，即系佢好食 mana。咁佢啱啱中路打咗一波，其实已经打到残晒，但系咧因为而家打野装就系你即系你喺野区，哦，我哋嚟咗个 pose 啊，系咁呢边可能网络上面有少少问题啊。咁但系就今日似乎 MFT 个状态几好啊，即系琴日咧。打 HG， 雖然 HG 係一隊比較弱啲嘅隊伍啦，用31分鐘，咁大家對佢嘅能力有所質疑，咁但係今日對住叫做傳統嘅勁女啦，
即係 BYG 啦，上年去過世界賽隊伍咧，仍然見到個風範有喺度，即係好多嘅防守啦，做得好好，甚至亦都係喺對方希望帶團上面攞到一啲優勢。咁啊，暫時個風向都好順利嘅，你見到轉點攞塔嘅一啲交換啊、出貼上面都係做得好好啊。咁啊，兩邊係打得有來有回啦，即係今場就係、是、咁啊。目前咧，即係呢個紅光獵鷹似乎咧表現係更勝一籌啊。咁啊，幾波嘅團戰之下都係打得相當嘅流暢啦。澤虎亦都係目標明確，即係一捉到呢一隻加盟四世咧，直接就係接一套個 CC chain， 直接將佢連死。佢死之前咧都係擺唔出呢一個競技場啦，或者話 EQ 乜都交唔到。咁啊，表現相當唔錯啦。咁啊，唔知 BYG 嘅跟著嚟咧，仲會有啲咩方式去反制啊？因为始终目前来讲他们的阵容暂停已经结束了，再一次回到游戏里面。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 MFT 这边最重要就是他现在很清楚你前面根本就不够力，因为你已经是得回一个输出，因为关其实前面被人打击得很紧要，其实卡米尔领先他实在太多，他现在就是得回一只 Ifilio， 但 Ifilio 整场没有参与过000，即係喺呢個劣勢其實算係好嘅戰績嚟嘅，我覺得000嚟講係啦。咁但係就係你個經濟始終都係追唔上嘅。咁嘅情況其實你見到佢啱啱做嘅 play 就好進取啦。即係我下路五個人鏟入嚟，我就係知你唔夠力殺我噶啦。我前面加料，我前面趙信可以頂好耐，我仲有布羅冇開幫我開盾。一隻 Ifilio 威脅唔到嘅情況，佢可以做得好進取，佢可以越塔，佢可以推塔嘅情況下，你見到其實佢哋做得好 free， 甚至佢哋推完塔。趙信冇魔啦，我食兩個果實，我照可以開龍，我就係賭你唔敢同我打團。佢好清楚，佢今場嘅處理上面好有條理咯，所有嘢都佢好知道 BYG 嘅動作，佢好知道個團隊個優勢喺邊度，佢係充分利用咗喺呢19分鐘裏面佢哋所有嘅優勢。咁啊，而家兩邊開始做一啲紅區市嘅爭奪啦。你見呢只光其實係非常之 under level 啊。咁啊，啱啱佢130几 CS， 而家變咗140几啦。咁其實係輸俾對面，係輸經濟，係輸好多好多。咁啊，卡米爾而家身上面已經係303啦，身上面帶住300蚊上金。就係龍兵方面咧，亦都係贏差唔多30只嘅。係啊，咁啊，甚至其實法洛士有優勢添啦，就係佢嘅破甲戰可以做一啲 poking 啦。咁喺優勢局嚟講咧，壓塔嘅情況下相當好用啦，甚至逼到對方可能要做一啲唔情願嘅回城啦。對方都唔敢啊，為然開你，因為其實佢開戰個條件其實都幾苛刻嘅。雖然你有比奧斯，你有加盟，但係喺劣勢情況下，你要開到一個靚嘅團戰，其實你需要視野部署。咁但係 MFT 已經好將啲視野推曬去，佢行嘅每一個草都有曬視野噶啦。咁所以呢邊 Husha 都。feel 到有少少唔对路啊，都觉得前面个草似乎怪怪地咁，直接进攻呢边踢到，交线带埋入去，系啊 ，EQ 拉个塔入边，咁啊呢度啊拉入去，咁但系有惊无险啦，拉化身位出嚟冇问题嘅，咁但系巴龙 会直接开啊，应该就唔会啦，我谂系啦，目前嚟讲装备都系唔够强，唔会 rush 巴龙，系最多系做一啲红区视野，跟住做一啲 death boost， 即系埋伏喺草丛度，然之后咧去五包一，就好似啱啱嗰啲咁样。咁啊，你见到 MFC 呢边咧，其实佢哋嘅战术系非常之明确噶，即系地图上面冇资源嘅时候咧，就尝试做单足啦；有资源嘅时候咧，就同你 force 小龙。咁啊，巴龙咧目前嚟讲装备，法洛士呢一套出装咧系冇，即系 rush 巴龙系唔算快啦。虽然佢有呢一个 W 嘅被动加成伤害 percent 伤害啊，咁但系佢 rush 巴龙绝对唔算系快角色嚟啦，唔系好似。即係其他角色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哋紅光獵鷹有紅光獵鷹嘅戰術咧，係非常之明確嘅，就係有龍咧就打龍，冇龍咧就做 death bush 做視野優勢，然之後咧去埋伏捉你一隻一隻咁樣捉，咁啊相當我難以去聯繫佢哋係一隊新隊。你見到同啱啱嗰啲隊伍相比，佢哋嘅戰術係明確好多，亦都係執行起上嚟都係非常之好 clean 啊，成件事係好。好舒服嘅，系啊，调理好好，系啦。咁另外就因为而家有龙魂嘅关系咧，咁所以其实令到一啲就算后期你话有少少落后嘅队伍咧，其实只要你龙嘅数目系够嘅话，其实你可以打到一啲嘅团战。咁基本上而家嘅问题就系 BYG 而家冇控制龙嘅权利，佢完全系冇啊，佢唔敢打任何嘅团战，因为个发育根本就未到。即使你话打后期三十分钟啦。齊裝嘅時候，可能 Ifilio 叫做好打少少啦，對比法洛斯。但係其實佢哋如果個龍係守唔住嘅話，其實佢哋都未必夠打，因為而家一分鐘之內已經會出龍啦。咁所以 BYG 都好清楚，
我要三轮开始截你噶啦。如果我截唔到嘅话，我四轮守唔住，我后面就算发育好，我都唔会够你打。咁所以呢边嚟讲，佢哋好紧张。就算我话冒住生命危险要 check 草都好，我一定要将只眼查落去啦。咁就而家睇下 MFT 点样部署啦，即系会唔会用个小龙去引战呢？因为对方一定要打噶啦，你点样可以做到靓嘅空间，俾到加里奥啦，或者系卡密尔比较好嘅进场啦，系之后接下来嘅一个部署啊 ，MFT。系啦，眼位。哇！咁啊，两边而家小龙仲有廿七秒，两边小龙仲有廿七秒出世啦，咁啊出生啦，咁啊睇下已经系做得好，非常之即系 MFC 真系好 clean 成个执行。你睇下佢时间未到之前已经喺呢度做紧准备，做视野争夺啦。咁啊见到对面有可能咧系去巴向上靠同你 rush 巴龙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即刻咧向上拉翻。呢位系咪要打会战啊？拉到赵信一个恐惧，即刻大技无敌拉击飞翻开出去啊！咁啊。刘老师已经是残血的了，卡文儿亦都到场了，入场直接是将加文打残。阿菲利奥斯一个大靓大啊，但是伤害是不够的，很可惜。是啦，咁呢边嚟讲呢就比较可惜啲啊，諗住 BYG 食住啦，见到你嗰个卡密尔啊 ,Taco 仔落咗喺下路分推仲唔系机会，咁结果一拉拉过嚟嘅时候发觉唔够伤害。咁结果俾对方呢换多时间呢就直接系 TP 返过嚟帮到手之余。仲逼到你啦，喺个小龙上面冇任何话语权，你甩咗一个人，你完全唔夠胆开团战情况下咧，就顺利收下咗三龙啊！同埋 MFT 可以话系掌握住成场游戏嘅大局啊！领先四 K 之余，亦都系将三条小龙倒手啦，进一步将个压力咧推晒俾 BYG 啊！个装备上面如果再发育啲嘅话，甚至可能已经要有巴龙嘅威胁。你见到 BYG 都开始要布巴龙视野，因为觉得似乎对方都差唔多时间啦，可以对巴龙做一啲嘅部署。好舒服个 MFT 成个战术执行系好 make sense， 所有地图资源嘅争夺啦，跟住即系咩时候应该做啲乜嘢啦，综合翻自己嗰边角色嘅装备嚟去判断呢个时候应该做啲咩啦。譬如啱啱嗰度冇小龙嘅话，就做一啲即系草丛嘅埋伏啦，嚟去捉人啦。成件事系非常之流畅，好教科书。系啊，同埋你会见到佢哋用啲会引战啦，即系扮分推，然后就。引你去开战，或者系一啲你见到其实佢哋做啲 play 大部分咧，就算失败咗都冇乜风险嘅，即系譬如行入两步插只眼嗰啲 play， 你见到，因为佢就系赌 BYG 唔敢直接 all in 佢，因为佢哋视野唔够，佢哋根本唔知 MFT 后面草丛仲收埋几多人，所以其实佢哋会不断咁做一啲睇落好进取，但系其实实质上系冇乜风险嘅啲 play 嚟嘅，但系佢哋可以尽最大能力攞到对方最多嘅情报，咁所以我觉得佢哋。打的 play 甚至我覺得追得上一些所謂傳統的戰隊，可能是 PSG J Team 這一些甚至 DCG 這一類隊伍，你看到他們那個 concept 上是完全跟得上的，所以似乎這邊 BYG 可能有一點輕敵，但是結果似乎就不太好啊，準備拿巴龍添，這邊這個位置 MFT 可能下路兵線要升一升，你看到拼都拼了下去了，就是下路兵线始终是有少少深，所以这个位置可能带一清一清下路兵线再推会比较好少少，但是呢其实他们现在经济差距已经是都挺大，所以直接打团战都不一定会输。是啊，这个兵线其实都不是说太过快的，但是其实看到关落再清希望先手先权，那也看到就是 Taco 没有传送的，是啊，那两边都没有，即是阿 Van 同埋 Taco 都冇傳送嘅情況，其實呢一個兵線對佢哋嚟講幾大影響，因為而家利海反而係有個傳送優勢，即係意味住佢哋可以長期就攞住呢條下路兵線去做一個部署，咁啊 force 對方嗱要開包龍啦 ，MFT 反而調翻轉逼翻你上嚟，我冇傳送啊嘛，你上嚟揾我，咁啊最好啦，你個包龍亦都係準備開緊噶啦，咁啊關亦都急急，但似乎都係假開，然之後想捉人，因為係啦，似乎都係想假開，唔係真係想捉人。你法洛士至少你有鬼索或者係。即係更加多嘅裝備之前咧，你 rush round 嘅速度其實都係好慢，咁所以又再加埋下路兵線啦，呢個係一個隱憂。所以你見卡米而家都係翻去清啊，因為你即係我哋啱啱好似我哋啱啱一開頭講咁樣啦，你爭奪啲地圖資源之前咧，一定要確保自己兩邊嘅兵線。如果兵線係健康嘅話咧，即係兵線係推得出去啦，咁你去做一啲爭奪地圖資源嘅時候咧，你嘅風險就會低好多。但係如果你地圖資源爭奪咧，嘅時候你兵線係差嘅話咧，咁你冇嘅風險就好高，因為你輸緊嘅咧係好多嘅資源啦，再加埋如果你萬一打輸咗嘅風險咧，係對面可以直接 TP 兵線，然之後再去推你嗰、那個即係塔嘅防禦塔嘅咁樣，咁所以就
系啦，要处理翻好兵线之后先再走。我觉得 BYG 都几冷静嘅，就系、是、其实佢洞悉到呢个意图嘅，即系佢知道对方其实都九成唔系真系开嘅。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因为本身啱啱讲嘅 MFT 其实开巴龙团其中的目的就系逼。关上翻嚟，即系逼阿李海上翻嚟。但系李海呢边就好醒，冇话好似上一场咁，其实都有类似嘅情况，就系假开，然后逼一啲嘢翻嚟噶嘛。但系佢今次就冇交传送，佢直接用脚行出嚟。但系兵线其实个兵线权其实佢系控制咗，佢再行上嚟就令到其实 MFT 嘅目的其实就得逞唔到。因为如果万一 BYG 呢边交传送，然后 MFT 系完整咁褪翻走嘅话咧，其实下面之后嗰波就系 Taco 有兵线优势啦，即系有传送优势啦。咁到時其實 BYG 就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啊，會變咗。咁所以就呢一個傳送冇交到落嚟咧，其實都幾關鍵。我自己覺得，即係 BYG 仍然都保有傳統勁女嘅嗰種老練同埋沉穩啦，唔會咁易中到呢一啲嘅計啊。好啦，咁啊，兩邊開始做一啲圍繞小龍附近嘅視野爭奪啦。你見到呢度 MFT 其實已經做好中路嘅集結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做一啲小龙争夺。基本上龙魂咧19秒啊，咁啊视野已经系清紧噶啦。咁啊呢个位食埋呢条风龙魂咧 ，MFD 咧就真系财务自由啊。咁啊可以咧去准备再做更加多嘅进攻啦。好啊，小龙仲有5秒钟就重生啦。咁呢边系完全占优啊，你见到 MFD 嗰边嘅位置。咁啊 BYG 尝试嘅方式咧就系、是、去巴龙嗰边去做一啲。扮要即系进攻啦，咁啊，但你见到 MFT 呢边都好聪明，直接咧系派一只 Camille 嚟去推杀龙啊，单挑食龙单食嘅啫，咁啊唔需要惊你直接单食，系啊，咁啊四，哇，但系呢度系啊食唔到啊，似乎单食少少敏水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打咗半条翻嚟，咁啊队友接力都系冇问题，佢有天意嘛，只要其实长期嘅地图有人嘅话咧，其实佢唔好惊，即系对方亦都冇资本去 rush 个巴龙，因为本身。能夠快拆巴龍的英雄基本上是少的，他們的話他們吃巴龍都要一段長的時間，所以他們沒辦法偷吃到，其實那個這麼明顯的情況是他們不怕自己有人是去回城的各樣東西。他們要吃的話主要是看 Aphelios 是什麼刀，因為始終 Aphelios 如果白刀被他疊到十環幫的話其實都 OK， 同再加上關，但是如果 Aphelios 的刀是藍紫、啊、或者說紅、啊、這樣就可能會掹水一點點。好啦，咁呢个位咧就做一个红北嘅 invade 啦，呢度一触即发噶啦，战士加文直接谂一个大啊，恐惧两只嘅维可斯，咁啊 TP 落嚟啦，两边嘅 TP， 咁啊一个直接拆开拉翻转头，咁啊呢边你可以上到嚟噶啦，咁睇下把教尖点样入场啊关，咁啊扎行嚟嘅呢个位置其实 BYG 相对好打啦，如果扎行嘅话，咁啊见到阿 Fast 入场，咁但系就冇乜效果，呢边加料落地嘅情况下反而就对方队友啊褪晒，咁啊呢一波啊打唔起，因为泽行其实大家都冇乜信心打得赢啊，因为一边就卡布尔加料，另一边就系维可斯加加文死势，咁啊泽行大家都唔想做啲太过进取嘅嘢，都冇乜胜算，两边觉得自己啱啱嗰波阿菲利奥一个空大啦，咁啊但系 MFT 呢边咧就冇乜所谓，因为始终佢哋身上面揸系龙魂 buff 啦，呢一波唔得咪再下一波，龙魂又唔会消失嘅。但是 BYG 这边呢他如果万一即是 miss 一次呢即是回战一输一波基本上就是直接 GG 的了。嗯、所以两边的波其实都是挺精彩的。是啊，咁同埋就 MFT 可以慢慢等啦，即是等到远古巨轮出其实一样是得的。咁啊巴龙你讲见到呢这边就攞返视野㗎啦，即是 MFT 其实长期的视野都是在度的。咁嘅情况其实BYG 好辛苦。即係成隊隊伍就俾人局限咗喺上半部嘅地圖啦，其實下路兵線就好難推進，因為其實佢 check 草嘅話，佢一定要成隊鏟入去 check 嘅，佢冇辦法一個人行入去俾人單中，因為其實你見到 MFT 都好進取，經常性喺對方野區比較前端嘅位置出現啦，咁所以其實而家 BYG 每一次入野區其實都係比較要小心啲嘅一個處理。你见到 Camille 而家喺下路继续带紧线啦，咁就系做紧我哋啱所讲嘅嘢啦。当你想做呢个巴龙区进攻嘅时候，必须要确保你其他兵线线路咧系安全嘅。咁啊，系啊，睇下呢度啦。咁啊 ，BYG 啊，暂时都清空翻视野咧，比较慢啲，因为其实而家个情况就系陷入咗一个环境，就系 BYG 唔敢主动开。但系 MFT 如果开错咗嘅话，就会将佢而家嘅。优势拱手相让翻俾人，变咗持平。
咁到時個勝算就會再低少少。咁所以呢一度嚟講，如果你話冇咩特別單足發生嘅話，可能下一波嘅團就唔會係巴龍啦，就係、是、兩分鐘後嘅遠古巨龍。咁 MFT 亦都唔使同你急嘅，你見到其實佢哋河蟹時也有啦。咁後續再報翻起嘅話，其實就冇乜大問題，我覺得。即係喺遠古巨龍嘅爭奪上面，仍然都係 MFT 喺個陣容嘅經濟上面係佔優。咁但係 iFilo 要留意一下啦，三個嘅大莊亦都有。停滞中标作为下一波团战可能的一个逆转点啦，系啊，咁所以有闪啊，而且系啊，所以就下一波团战 Waco 的操作将会成为整个 BYG 一个真正核心的位置，究竟佢会不会被卡密而家赵信直接撞爆啊？定系佢可以 outplay 翻咧？我觉得而家 BYG 是有资格同人讲点样打个团战噶啦，已经。你见 Waco 而家系扣住呢个重力弹，证明佢有可能会透过。重力弹嚟开团，因为佢重力弹大概剩翻一两粒，咁佢开完团之后即刻再 Q 一下咧，就直接可以切成蓝白嘅枪，蓝白枪组合啊，咁啊亦都系一个相当强 AOE 团战，即系相当强劲嘅组合啦。咁蓝白都打完之后咧，就系白绿啦，咁亦都系打团系相当强嘅，安全而且又强啦，距离够远。好啦，你见到呢度蛙球亦都系依然系扣住佢重力弹啦，咁啊两边团战一触即发噶啦呢度，咁但系加里一个位系唔错嘅。系啊，随时进进场啊！咁啊，六六亦都俾巴龙打咗半行血啊！咁但系呢边啊 ，Van 想捉走失咗嘅李海，咁但系对方都褪得好快，就离开咗。咁呢度唔系咁简单啊，因为六六五个血量状态其实就唔系太过舒服嘅。咁你话要捉，其实都唔系太容易。咁时间嚟到33分钟啊，咁其实 BYG 我觉得算系防守成功嘅，因为 MFT 其实喺中段呢一段嘅长时间，基本上10分钟佢系冇有效进攻过嘅，所有嘅巴龙、所有嘅入草，全部俾 BYG 嚟化解晒，都终于挨到一个点，就系你冇远古巨龙云嘅时候，而我 iFilo 肥起咗，咁已经系有资格同对方开战噶啦，呢边直拉起咗噶啦，咁但系前面咧，后面见到有 Taco 想入场啦，亦都系将佢又套咗落去系 Waco 身上 ，Waco 呢边开咗停滞中标啦，接拉后，但系俾人拖咗之后咧，再交闪，最后真系爆咗呢一个嘅 Waco， 咁应该冇办法啦，见到就系冰块如山到 BYG 成队吞晒，最后亦都见到系直接系将对方无情收割 ，Taco 入到嚟踢慢咗，厉害靠咗 W 啦。维持自己嘅身位，但系奈何啦 ，Waco 纵使有停滞中标、有 Clash、有闪面都好，都系俾 Taco 一个嘅虚弱进场啦，直接系配合住加料啦，系冲爆咗，咁啊冇办法啦 ，BYG 努力防守嗰15分钟，30秒，最后都系冇办法攞到呢场嘅胜利啊！五个人复活，三条友，即系五个人五条命，三条友，喂，四个人仲等紧黑白画面。咁呢一度，呢边李海夹硬用自己手都冇啦。咁啊，恭喜啊 ！MFT 琴日赢完 HG 之后，大家对佢嘅实力可能有所质疑。今日击败咗啦，上年有份进军世界赛 BYG， 相信今日能够证明自己啦。二连胜应该就系今日两日以嚟啦，一个 Big One 暂时咧最好战绩嘅一队，非常之优秀新进嘅队伍，似乎今季真系会俾 PCS 一个啦巨大冲击啊！而且他们的胜利是挺有说服力的，因为始终 BYG 昨天赢了 PSG。是，那么也都是，虽然说是 BYG 就可能人员调动上面大家对他的实力有所质疑，但其实你看到他们中段的一些防守，其实证明了其实他们的实力都有在那里，所以今天都比较可惜。那就 MFT 哇非常开心，我相信他们就是这个胜利，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有少意想不到，就是叫赚了一场。咁就睇下佢哋接下來啦，聽日或者後面幾個禮拜表現，我自己個人好期待啊！我真係其實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呢隊，即係啱啱講過啦，就算佢輸我都好中意。咁更加何況贏，我覺得呢個位置就更加中意啦呢一隊隊，所以我自己都幾期待佢哋後續嘅發展。我覺得防守又好似還好，因為 BYG 老實講，佢哋所有電視資源其實都放曬，一條龍都搶唔到。好啦，再睇一次重播啊，最後一波會先。好啦，呢个位咁啊，布朗姆喺前面顶一顶住啦。你见到嗱，佢哋系即系好同调嘅成队，系布朗姆俾人捉，卡米奥即刻入场，然之后咧，巴龙即刻停巴龙直接打交。咁啊，呢个位就我哋一开头开场所讲啦，卡米入场大技即 AD 再接呢个加里欧，直接咧系秒杀嘅 combo 嚟噶。咁啊，相当系清晰啦，思路好清晰，而且团战配合又成熟嘅一队队伍啊。同埋佢哋真係好清楚喎，如果你有睇嘅話，佢係連法洛士之破甲戰都係留埋俾
Waco 嘅，即系佢系一路拉拉弓拉到你个金身完之后，最后射落去啦。然后一开波 Waco 一落地嗰下已经唔见四分一，然后后面已经系赵信啊、卡密尔各种嘅切入，系成队都冇谂住理其他四个人嘅，系净系总之佢哋好清楚啦。Waco 死咗，游戏就结束。然后佢哋将所有技能，甚至其实成场你可以睇下佢哋个法洛士系一枪都冇射过，基本上就系攞嗰个破甲剪就穿你 Waco， 然后就完结游戏嘅啫。他们很清楚法洛斯是连进场都没有进场过，他是站了一个很远距离只是射了一箭，那就结束了这个游戏。那到团战到前面的理解，我觉得他们都很充分啊，今天打的。你要说就是 macro place 地图打打一些营运他们又打出来，那也都不会是就是打巴龙的时候很急躁，就是见到巴龙可能血量残少少就不理那些自己队友被人打了。他们很清楚由头到尾自己整个巴龙都只是一个诱，也都是一个利来的，就是你去引诱对方入来，然后呢每一个人一入来就会立刻做一个 death push 的进攻，那么清就是思路清晰，那跟着团战发挥又好，就是抵你赢啦。是没错，所以今天来说 MFT 都挺好的，因为同埋调整都很快，因为其实昨天他们打 HG 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那個後面 objective 我覺得其實他們拿得有點慢和有點少亂，但是今天你看到其實他們調整了，即是由兵線的發揮啦，跟著到後面他們怎樣去拿巴龍，其實我覺得他們巴龍拉扯得很漂亮，即是他們看到我對面有 TP 我自己沒有的時候，他們希望用一個假的巴龍開戰去引對方上來，但是被對方識穿了之後呢，其實他們沒有說很急著去做一些什麼進攻，他們慢慢拉開再慢慢跟你猜過，猜到有一天我 Taco 終於過TP 回翻好啦，我同你持平兵线之后，再慢慢打翻龙，再慢慢打翻龙。我觉得佢哋嘅处理系好冷静啦，去做到呢一啲嘅部署。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几好嘅，即系前期应该要快嘅 play 佢哋打快咗，譬如引到对方去开战啦，用预示者逼到对方打个大团啦，攞到个四换一嘅优势啦。之后佢哋亦都识将个节奏放慢翻落嚟，打一啲应该要打团战，龙亦都慢慢控制，用最少嘅资源去攞最多嘅嘢。我能够一个人开小龙，我就一个人去；我能够两个人、四个人要攞霸王嘅时候，我就全队一起冲埋过去。视野后面亦都一路喺野区上面俾压力对方。暂时讲冇乜嘢可以挑剔到啊，对呢队，尤其是佢哋以往冇任何大赛经验啦，只系业余队啦，最大最大型都系打个 Casper 啫，咁亦都好早出咗局。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嗰个未来系可以期待，即系无论系操作上面。concept 目前睇咗咁多队，呢一队系最强嘅，即系呢两日目前睇咗咁多队，呢一队系最强。佢嘅团队纪律性系比即系 Flying All Star 或者话比即系 PSG 依然系有沟通问题嘅 PSG， 或者话比 BYG 都系强好多。思路好清晰啦，跟住选手操作系非常之精湛啦。咁啊，整体表现系非常之无可挑剔啊！啊，除咗而家仲喺隔篱紧个队之外，我哋未见过啦。但系即系呢一队系。表現是 最好整個聯賽目前為止。 MVP 給了法洛斯啦，是的，但我覺得今場來說沒有說真的是誰很突出拿 MVP，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團隊 play 來的，你看到即是我們上場前一場我們就很快見到啦，譬如 Siri 啦那些我們、啊、一看就知道 Unify 應該都在吃的，但今場其實是沒有的，我們甚至沒有討論過，我們上場上兩場都有討論過誰會 MP， 但今場我們根本就不會理會誰是，因為我覺得五個的 team play 都打得很好，還有比較欣賞就是他們就跟上場很不同，即是 HG 呢說的就是他們的 band pack 很特別啦，但其實他們有點 off meta 的，但 我覺得今場 MFT 他們選的角色雖然他們是有點 off meta， 將重心 kind of 有點放在上半部的，但其實他們是做到他們的事情的，他們下半部仍然做得很好，他們仍然可以控制小龍，他們清楚就是既然我拿上半部地圖，我就用預設這裡引戰，然後他們也可以做到一個優勢出來，所以我覺得他們選角出眾，他們沒有被 meta 限制住，然後他們的意識操作都跟得上他們 picture 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挺特別的，即我覺得他們可以在各方面不論是 band pick 的邏輯也好，或者實際的比賽狼也好，都應該會給到 PCS 去一個衝擊，我覺得挺難得的，因為以往幾年幾季我們都見不到類似的隊伍。那最後今天的結果表，今天真的喂左邊全勝，今天左邊 CFO 啦、J Team 啦、PSG、MFT， 本身諗住年尾嗰場諗住 BYG 應該可以為紅方揸口氣，結果都是失敗了，係啦，咁就 MFT 亦都係攞埋咗個勝利，咁啊結果今日
左邊隊大獲全勝啦，係啦，咁啊再次恭喜四隊啦，亦都恭喜 MFT 能夠二連勝啦。咁就睇下聽日嘅比賽啦，暫時睇下 Team Standing 係啦，二連勝嘅 Metal Finger 排第一啦，後續 CPTC 啦呢個飛號隊啦就一勝啦，後邊。DCG 啦，之後就係 Frank Esports 啦，全港班嘅隊伍排中間，同 Beyond Gaming 一齊啦，去共享呢個嘅中間啦、中段班啦，一成一負啦，塔龍啦，後續幾隊 J Team， 咁最後就係未出場嘅 Sam 九，同埋兩支而家暫時睇落有大量問題需要調整嘅隊伍啦，就係、是、HG 同埋呢個 IMP 啊。咁啊，即係相當期待跟住嚟啦。我想問咧，而家我再換股邊個贏咧，嚟唔嚟得切？系啦，即系嗰个预测啊嘛，即系我同你而家系炒晒，我而家再换嚟第一次，我同你咧，我想换 MFC 噶，但系而家系啦，系啦，即系少少排名有唔同，但系我同你嗰个嘅前中段攀嗰个分布系类似嘅，咁所以而家同你都系炒车阶段。我记得 MFT 好似系排咗喺中间嘅，系啦，咁就听日精彩啊！听日有 MFT 打呢一个 Flying All Star。系啦，咁另外就我哋全港班队伍啦 ，DCG 啦，面对啲 FAK 啦 ，DCG 我觉得系另一队都比较强嘅队伍嚟嘅。见到我哋琴日打呢个嘅 J Team 嚟讲咧，其实佢哋决策，我觉得睇落有一同 MFT 去做一个嘅争夺。咁所以听日比赛同样都系精彩。咁但系亦都提大家啦，因为今个礼拜因为Sam 九啦，有队员啊系因为疫情问题冇办法出赛啦，咁所以就需要停赛一个礼拜嘅。咁啊赛程会喺下个礼拜去做调整，咁睇下能唔能够下个礼拜。会重新睇到翻呢一队嘅队伍，因为暂时得呢队未出现过啫，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听日仍然都有佢哋比赛啦，咁啊，同样四场嘅比赛，咁但系听日主播就唔系我哋两个啦，系啦，咁就剩翻嘅话咧，咁大家睇下自己估下边一个系听日主播啦，咁啊，暂时嚟讲都几有趣，即系见到我哋今日 PCS 咧，我发觉我哋今日最多嘅评语就系今年系特别多冲击嘅。即系包括系 FAK， 包括系 IMP， 甚至 HGBYG 咧，即使佢哋喺后段班或者中段班嘅位置，但系佢哋嘅团队思路或者选手上面都系有特别嘅，系咁，所以今次嘅 PCS， 今季 PCS 的确系好睇啊！咁就我哋今日比赛啦，去到呢一度先，咁啊，亦都系再次多谢大家今日再次支持我哋嘅预转播频道啦！我哋今日主播嚟到呢度，我系主播阿生，我系 Sigma。系啦，咁啊，今日比赛去到呢度啦，我哋听日 Week 3再见啦。